你我游戏有邀你了，你试试看有没有加进来好了。好好好，我现在正在做拼装。等一下哦。所以您开实况了吗？开啦。不过，这种设备有时候还是不是那么好搞。我觉得是 PS 是不知道语音在搞什么鬼。PS4 可能有这个功能，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就很阳春啊。对啊，做得很烂哎、欸，真是哎。所以你电脑放旁边吗？我没有电脑，为什么要电脑？好、哦，没事，因为我有开实况啊，所以想说如果你可以看，想说刚刚原本想说如果你看得到实况的话，没关系啊，你看就好了。我怕那个线路会爆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更慢。那是你的猫在叫吗？对啊，哈哈。我继续拼装。关卡给你，哎，你有寄那个邀请给瓜哥了吗？有啊，他等一下就会加进来吧。好。好。其实我想要再重打一次那个、欸，刚刚那一关。你说什么？重打一次刚刚那一关，骑士钢弹的。怎样？重打一次啦。哦、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看到骑士钢弹登场啊。哦，对啊，可是要怎么让他登场？我们现在打就有了，因为只能最多加两个人才会登场吧。哦，你看这样就有啦。哦，对。太帅啦！看一下。哇，好大只哦！靠腰，这哪是 SD 啊？这 NG 的 SD 吧，对，而且怎么是金色的？有一种什么鬼的感觉。对，看我刚镜头一移过来，看，我被吓到了。对啊，啊，怎么是金色？你涂的吗？哦，金色是我涂的啊，所以你在我的机库看到是我涂的。嗯哼，酷呢，那开打了。我没有改啊，那开打吗？先打一下好了。好啊好啊，我想重看一下这个剧情到底在干嘛。OK， 给你播。哎、欸，刚刚我带的时候会照我的速度，就是我一直按取消，它会一直跳过去吗？会啊，会哦。OK。所以应该是我也不晓得，应该是开房间的人决定吧。OK， 那照你的 tempo 走啦。我刚讲那个看完文字以后，对话就会把它按掉。重点是要看一下 SD 钢弹啊。嗯，他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我会砍他。大家都追着他砍。不要跑。原来他会说话。嗯、对啊，刚刚就没这一段啊。刚就没这一段。刚刚有这一段，可是他讲话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。哦。哇！结果萝莉猫在咬我，救命！它在跟我的脚战斗。嗯。它发现你有新宠物了。在，它在吃醋了，跟 PS4 吃醋。好敏感。私は門松のインプットしたデータに従っているだけだ。門松。这超大只的啊，这根本这比例根本不对啊。对啊。那他会干嘛？啊，不知道。你可以帮他调指令吗？看一下那个。我有帮他调指令哦，我有增加他，我有设定他增加我们的那个攻击力。OK， 我是去帮忙找宝物。所以应该很方便。好大只哦，什么东西？帕拉斯雅典娜。嗯。力钢的机体啊。
为什么他是雅典娜？他的名字啊，帕拉斯雅典娜。OK。第一次看到这么丑的。木星的机体吧，没记错的话。有够丑的雅典娜。他就木星圈的啦。哪一个作品啊 ？ZZ 吗？Z 钢啊，这次应该在 Z 钢出现的。OK。其实刚才真的有用吗？我根本没有在看他，可是你看不到他，这游戏就在旁边跳。嗯。好吧，看在他那个有生命的份上，那还可以勉强接受了。我比较期待飞机。不是后面就会有吗？对啊，我就要等他出来。你是用键盘在打吗？我用手把，因为你用我用我跟你通话的麦克风是比较吵一点。OK。还是我换一下也可以，只是我怕会宕机的。就先这样吧。我靠，好帅呀！不久现在我的装备好帅，那应该是不太急了。你说武者钢弹啊？对，我现在武者钢弹的编制，装备还蛮帅的。那 CD 很真的是有时候你打到晃神就无脑打了。对啊，就很无脑。其实这是社交游戏。这是绿色的正义吗？社交交易。不错啦，这一代有那个预设的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预设配色还蛮不错的。嗯，你有继承资料吗？我还没继承哎，不然我等一下来继承一下。可是我继承完只有一套装备，一套装备、啊，怎么可能只有一套装备？知道我继承完以后只有一个那个盾，只有一个啊。你没有把二代的那个啦，你没有把二代的记录上传。有啊。你要上传最后的哦。对啊，我就已经继承过一次的啊。我那个 PS3 版玩完，我带 PSV 回来，我有那个继承 PSV 的玩，零件通都还在啊。啊，还有他读错档了。不知道，那你等下试试看。不过其实我也忘了有没有那个啦。你等下试试看。就你看不到体育官那个单。照理想继承应该有全部的零件吧？好像。不过也没差，因为全部都会变 HG 的啊。对啊，就而且也没有新拿到奖，所以继承也只是花样比较多而已。所以我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顺。正常的实况出去，应该会问瓜哥。瓜哥可能还在洗，哈哈。有人发我刀卡，现在觉得攻击力好低哦。你东西攻击很低。目前的机体啊，哦，攻击力不够高。目前以帅气为优势。已经可以乱装零件了，还蛮好玩的。我已经装了一些无用的零件了，看起来超帅的，超帅的无用零件。你没看到我？应该没空看。现在应该没空看，要等一下。我等一下我的招式应该自己装看就知道了，慢慢看。武者玩太武的招式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殴打这一只吗？哦，是吗？我在说我的，我装的所有装他的招式，还蛮帅的。哦。我是输入特点的那个猎魔钢弹，还
还不错用啊。哦，没有用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猎魔哎、欸。那个棒槌，那个棒槌可以练什么？可是棒槌很难用，我刚刚把它取下来，换武士刀。哦，我不知道攻击比较低。那等一下再换回去。哦，哎、欸，刚不是这只哦。他好像会换的、欸嗯，增加关卡的变化性。对，就不会每一关都一样。对啊。哇，画、哦、面好乱、哦。哇，好痛哦、喔，这是超强的。有超强。看来我要换一下机体了，不够强啊！飞速的下盘很好用。哦，酷呢。我的。所以这是个会说禁语的骑士钢弹。哎、欸，结束了吗？打完了，推他推他。各位观众安安，这是这一集是什么？台南福山雅治降临。你在开实况真的可能比较耗资源，就我的电脑大概达到极限了吧。嗯，不过就加减啊，反正嗯好玩。シミュレーターのスピーカーで喋るとは想定外だ。イヤリング用の言語データベースを利用し、勝手にやってたってこと？ここまでできる AI を作るなんて、さすが俺。でもこれは应该还好，我觉得他们重点是卖模型吧。你做的太闲，让大家打不到后面啊！你想，哦，也是啦，可能是二代改成直接合体，大家不喜欢，大家喜欢自己合。嗯。言いたいことは分かった。でも、だが確かに。ガンプラバトル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ないのは不都合だな。我觉得零那个零件掉的还挺干脆的，前几关就可以拿到主角级的零件。对啊。之前都慢慢的那个一关一关拿。因为其实这样新手的话，如果都拿不到有趣的零件，很快又玩不下去。是啊。而且如果老手又可以继承。嗯。你现在看剧情了吗？我看一下剧情，等我一下。瓜哥说要等再打一场，你给他加他吧。好，加他。嗯。其实剧情还蛮长的。欸、我这边剧情按掉，你那边应该没有影响。没有没有没有影响。总之就是变成全日本杯就对了。絶対に負けられないわけがある。そんなこと言う。おい、カド。好吧，这边我好像看了，就把它快速跳过。誰この子？俺は独身。サナリメカニクスってこんな小さ。俺とタメだ。味噌汁すぎ。年のこところで角ま。我が社の。这其实刚才也太大只了吧。けねえだろ。こいつは俺たち綾戸商店街ガンプラチームの大。ガンプラバトルもできるのか。なんでもな。お前先日レンタ。なるほど。角。お前もそこ。子供か。ただいまから予選を開始します。よーし。まずは予選。じゃあ、我来装一只超丑的机体好了。
他那个系统也蛮妙，就你打过关卡，有时候会标一个什么 hard point， hard point 就会掉比较好的东西。哦，所以再重新回去刷就会拿到好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等一下去看任务列表，有一些红点会亮起来。嗯嗯。那我要用什么呢？你那个盖可以要一下光哥啊。哦。传送邀请会立刻看到吗？应该会吧。邀请啦，快来！绿色武器有比较好吗？绿色有绿色的武器吗？对啊，就那个图示是绿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有，对，只 是看不太出来耶。还是说他的那个有加额外能力之类的？或许，哎、欸，瓜哥进来了。生物者的头、欸，哎，酷、欸，哎。嗯，越装越奇怪啊。欸，所以瓜哥没有语音。没关系。他说什么？我电脑没卖。这变得好诡异。这样真的是随便装随便帅，超酷的。随便装都很帅的机体。刷到 V2 的零件呢、欸，我也有啊，好神奇哦！我刷到他的腿，而且还有一些六级的零件，就是等级比较高的、欸。嗯，有腿啦，其他的还没找到。鱼雷，哇，这样随便乱装都超强啊，看起来。嗯，有龙骑兵系统。下面已经有可以用龙骑兵了，天地啊！我拿到天地的背包了。哦，武装多到上下左右按不完呢、欸。对啊，越来越多了，多到一个不行。我还有那个 X 钢弹的斗篷了，超变超中二了。天哪！你说那个 ABC 斗篷吗？
他不叫 ABC 斗篷了，他变了另一个名字。哦，我也装了、欸。天哪，这什么东西？就随便乱装来看看吧，我找不到好的脚来搭，看看，漂亮的脚，哦，还可以选。哇，我怎么都可以选，还可以用 BSD 啊！哦，现在好，你是 V2 的吗 ？V2 的下盘啊，就可以用了。对啊 ，V2 的下体啊，我最喜欢用了，超好用的。其实副武器也蛮多的。对啊，我刚刚副武器上架之后，对，多到装不完。谁说别出手啊？以脱落零件为目标，光哥在乱讲话吗？大概吧，因为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语音。我哥好可怜哦，大家来这里集合，没有人要理你。这个随便涂一下都超好看，按那个 R3。对，按 R3 就有内建的。内建那个，我觉得随便涂都超好看的。对啊，这真的是超威的啦。哎，你要那个可以贴图，有那个狂刺狼的图可以贴。是哦。对。哪一个是狂刺狼？你除灰那边可以贴，可以贴满满的狂刺狼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找找看，我来贴了狂刺狼的图片。不会，啊！我说我机身太闪了，看不出来。哎呀，这些真的是超多的，超级多。我好啦，文奈学姐有吗？就是谁在讲话？瓜哥。对哦，靠腰靠哥的机器，天啊，这随便组都超级帅。高哥是叫我们不要对他机体出手的意思。啊？没有人选关卡，喂，嗯，爹，你声音不见了，喂喂，还有声音吗？有还在，他这次有一个功能叫什么移动楼层，都在干嘛？就是可以切换视角啦，可以站比较高看就对了。哎呀，好，我改好了，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帅。哇，这是导风钢弹。对啊，天哪，这腿！等瓜哥拿到那个
吐了。诺贝尔钢弹，拿到诺贝尔钢弹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像吗？对，这是 V2 的图。快，你快看我这个，我好想要做一台哦。我看到了。太酷了！哇，你这什么鬼？太帅了！好了，那我们下一关还没有够修长的腿，对啊，你挑关卡，你挑关卡。那就要进入下一关了，还是要刷装、嗯？就都可以啊。我看一下、喔，刷装也可以，就一关一关刷。那就下一关好了。导风钢弹，看腿竟然可以这样吐，这实在太好笑了。可以乱吐啊！所以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怎么样那个装一堆天线在脸上，不知道怎么做到的。那个就是可能每一个天线都很 cost 的就很低吧，因为我现在只能装七格而已啊。嗯，我也是啊。对啊，那就只能装有限的零件。搞不好之后会解锁吧。哦。先动。天哪，我好想做一次这个哦，太帅了。哦、oh, ，DPS 也比较高哎。下面已经有 beat 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已经有那个。对啊对啊，我已经有龙骑兵了。已经有龙骑兵可以用。有龙骑兵的螃蟹。因为我都有点怀疑那个是我的东西吗？是吧？因为只有你有装吗？也是。那玩家都会很疑惑，说到底是那个是别人在攻击我，还是我在攻击别人？反正不会打到自己 ，OK 的。对啊，也是。这个棒槌就一直锤，一直锤。你用棒槌哦。对啊，我改回棒槌了。黑装容易，这动作有点慢。对，动作好像慢了点。哎、欸，有人给我用。这个锤子有点慢呢。嗯，真的、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先去把什么石碑先打爆？光这个锤真的好明显。就算不知道在打什么的时候，还是看得到光这个锤。导风有做成功，真是个好导风。嗯。哇，这什么鬼？钢铁人是吧？这样真的不会侵犯版权。刚真的有想要做钢铁人。这个就是钢铁人配色啊。欸，所以打重复的关卡出来都不一样。对啊。这是刚打过的关卡吗？我刚刚有稍微打了一半，跟刚刚的机体不同。Okay. 我就一直锤，我一直锤，觉得超没有效率的。看不到啦。
可能会垂到另一边去，也垂不到啊。嗯。我看掉了。好多射击武器啊，用不完。哦，不然用这一招好了。哦，他有完整重现一些武器的使用，是还蛮不赖的。嗯，像这个锤矛就有那个。戳人就有，他就有完整的动画都有做出来。嗯，这还蛮帅气的。你打得好激动，好像在摔桌子一样。啊？我这边听起来像你在摔桌子啊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有。你有可能有听到萝莉猫在乱抓东西的声音。哇！爆发一下！哎，你拿到爆发技了吗？拿到了，所以等一下打完可以放。对，我已经放了。结果我这个我这一招集气太慢了，集不满了。我现在还没集满呢。嗯。好，忘记爆发了。虾米？这是哪招？看我这乱听的，这是出乎意料的。VSB 啊！哈哈。什么怪招？飞弹仓，一些怪招都用一用。我有拿到那个全弹发射的招数，但还没有。全弹发射是哪个武器啊？没有，就是你只要装那个系的命运，或者是那什么，反正系的机体就可以。全弹发射。哦，你说光速的哦？又是他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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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这样也蛮爽的。这果然用 PS4 玩更爽，因为就机体就不会被阉割了，就都是做很实际的。应该说你装什么，它都可以显示出来。太酷啦！What？哎，我不是有装技能，为什么觉醒以后还是没有？为什么觉醒以后没有用？没有用月光加农炮。
突然觉得敌人越来越难打了。我还是换个武，等一下还是换个武器啊！这武器集气太慢了。先打这石碑吧。这个锤矛就是哦，涂得真帅。哇，我好像看到岛风在飞，因为看不清楚，还真像。怎么还是他？可不可以换一下？看来要那些乱装的零件要到后期才比较多，现在都只有拿到同一种。哦 ，XI。这是 PS4 的《钢弹创坏者3》。一直锤，一直锤。好啦，
完成。赫然发现我们的 Skype 断了，哈哈。お疲れさん。さっきの出撃で予選突破だぞ。本当？やったね。へえ、ちゃんと予選突破できたのか、ヘッポコチーム。本戦始まるまでにセッティングを終わらせとけよ。はい。あの、刚好断线了。对啊，刚断了，我自言自语了很久。我很早就发现了。看一下剧照。我很早就发现了。迷子，年是？看一下剧照。为什么一堆三十岁的人？原来这是故意的吗？什么一堆三十岁的人？剧情啊。哦，啊，不就是我们吗？探してたんですよ。ずっと目の前にいたよ。姉さん視界に入りにくいから。ウルチ、決勝で戦う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んから、一応こいつらに挨拶しとけ。え、ああ、シャース。お前それでも社会人か。お前もな。いつも。今天是主打三十岁的大叔。今日こそお前を倒して土下座させてやる。姉さん、そこから見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。别这么说嘛，还是有新人加入吧。門松も外から見てるだけでしょ。じゃあ今まで私をいじめたことをチャラにする。いら。人生才正式開始。終わるまでに何か考えとけ。それでいいか。いいだろう。試合で会う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ろ。姉さんって仕事はできる。这个应该是我没有玩过的情节剧情。应该是没有吧。嗯，这段我没看过。晚安，想睡的明天再看实况录音。嗯，感谢瓜哥，瓜哥还要继续打吗？瓜哥说晚安呢、啊。晚安，晚安。天哪、啊，大腿竟然是肉色的。可见的瓜哥是很厉害的模型制作者。太强啦，好想涂一只。对。这腿是 V2 的腿啊。是啊，是 V2 的啊。所以 V2 的腿也蛮适合的嘛。V 钢弹就线条很修长啊。对啊，就流线型的。嗯。高哥是站在那边拍照嘛。跑了。他跑了。哦，他离开了。对啊，半天也差不多。感谢瓜哥。嗯嗯。那我们要再打一关吗？可以啊，不然我再跟你刷一场，我也差不多该退了。OK。您脚要去医院。哈哈，保重啊。没有啊，就手上有长个东西，去做一下检查。保重啊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好，不然我们再打一关新的好了。好啊，我换一支先。你要改核心攻坚战？没有，我已经换好了。刚那支是乱装的。哦。好啊。可以啊，够吧。OK。今天刚买就玩这样进度有点多，会吗？可是剧情还蛮长的，我们才到第二章而已。嗯，他搞不好有个八九章也差不多啊。嗯，看他那上面的空格的位置，觉得大概至少有八章吧，八个章节。嗯，短时间七八点买回来后，就一直玩到现在。哈哈。OK 的啦，等一下就休息吧。对啊。啊，かかってこい、そこだな。関節を狙うか。
所以这一关也有骑士钢弹耶。真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高就走，这样补满啊，我忘了换矛换锤子了，雪特继续锤哦，这关好像有点强。哦，真的比较强哎。嗯。我被拆了。当たって。发现攻击力不够高了。嗯，这是哪一关啊？就是在下一关。OK。就刚刚那个在下一关，的确比较难。差这么多。你有调难度吗？没有，我没调。可以调 Casual 啊。是啊。对，你可以用 Normal 吧。我们现在等级不太够。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来一次？可以换啊，现在打到的也都有啊。对啊，应该还是打得赢啊。就是打比较慢。嗯。你在哪？我打野呢。我看到骑士刚在那边跳，根本没有在攻击的感觉。他到底有没有在攻击？对啊，我就看他一直在那跳。敌人在哪？谁开的？是你吗？我开的。哦，还好，那我把他引过来。可是看不到敌人在哪。对啊，现在在你后面。对你照射，我应该没有影响吧？但好像有，有哦，没有，就我刚觉得他没有动，对，我会停下来。哈哈，在烧他的头，太好笑了。嗯，啊，你也会被停下来哦？我会停下来，可是没有撩死，对，还好。哇，我要怎么下来？再按一次不放就不下来。Okay.直接换地图。虾米、哦，看起来是大只的。What？ 嗯，又是三连星类的。对啊，跟刚没什么不一样。好硬啊，这個、怪。对啊。那这颗球又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们要防御的吧。不过这关零件会自动吸回来，比较没那么麻烦。对啊，这一代零件会自动吸啊，就不用去按它了。对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之前那实在太麻烦，还要那边绕跑。看，而且画面这一段根本找不到零件，真的。对啊。就是这样比较好。这好难打、啊！你是撞到玻璃杯是不是？为什么有那个玻璃碰撞的？哦，萝莉猫在喝水。哦 ，OK。这个收音太好了。对，它也是实况就对了。你听到的跟实况的应该不太一样。OK。你有两个麦克风啊、嗯？哇，我快要被打爆啦！没关系，我还没。不知道在锤啥？天啊，画面一片白。哈画面好乱。
他为什么变白色的？关我什么事？啊！私の帽子！負けられない。押される。助かったよ。損傷した。大事を見せよう。まず落とすからここだ。哦好，也帮我买好不好？嗯嗯。不用不用，汽水就好。呜呼。哎，我放空了一下子。没有关系。仍然能打，这就是这游戏的好厉害的地方。放空也能打。你已经是新人类了，可以用你的，可以用你的意志力控制。没错没错。不过这一代随便装都好帅哦，真的太赞了。对啊。我文泰，我的招式很帅，可是我发现几乎都打不太中。啊，要打也打不中。哎、哦，结束了吗？要打这个吧，核心。哦，要打。那用放大绝好了。圣诞节，哎、欸，有人来搅局。天啊，怎么那么多敌人？舞者背包的功能是什么？就背后的那个长枪都可以用啊。哦。它会有一套连续技可以用。舞者是这次才加进来的吧？对啊，前一代好像没有。对啊，因为舞者原本的版权应该是钢弹无双的、哦，可能他们有把版权签过来吧。像 NK2 应该也会有，我想应该有吧。他要都要等四代才会可以操纵 SP， 有可能啊，而且他现在一年就出一代啊，是还蛮快的。很匪夷所思，这是我唯一一个连续三代都被骗的。连续三代都被骗。对啊，就连续三代都买了。原本都在那说不要，没什么变化。原本是有点迟疑的，后来想想还是玩好了，太神奇啦！其实它这是二代的改良版了，跟二代蛮接近的，玩起来是跟二代差不多。好像有人挂了。啊，我不小心挂了。是你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又起来了。不过这难度有比较高，有比较好的零件。有捡到比较好的东西耶，这样比较好，现在可以直接淘汰一些东西，不要的好像可以直接卖掉。好帅呀，打完全套杀不死一只。这关应该敌人会源源不绝的出现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是要先把那个打爆。对啊，感觉是要打塔。可是会一直被那个会被吸走。对啊，就比较难。抓
锁定，难难锁定到要打的东西。要锁定工具。真的锁得到吗？锁不到，好像没办法哎、欸。对，所以只好先杀敌。我走远也没办法锁他。对啊。感觉要清完这一波，然后再来砍他半条路。用那个棒槌一直一直戳他都没办法爆了，太威了。天啊，这次还蛮血的、欸。是哦，终于好像要用觉醒剂打爆他。嗯，我刚刚是用武者的必杀技。哦，你第一名呢，恭喜你。是吗？哦耶，那招攻击力真的很高，好像练蛮快的，21级耶。嗯。我发现 SD 都是最后一名。等周末瓜哥比较有空就可以来，平常时间开实况就不用这么晚。对啊，就可以六日再来连一下。那个 Casa 好像也有买。到时候反正就凑四个人就可以开打。对啊，就凑四个，不对啊。